今年78岁的乐冈志刚方在旺担任志刚的年资已经长达18年，真侪市府举办的活动拢会当看到伊的身影。伊的新服务精神嘛，得到106年度台南市志愿服务奖的金质奖。乐冈局长王新基上午是亲身颁发感谢证给方在旺，嘛感谢伊过去一冬的辛劳。为着感谢去年几年乐冈志刚的辛劳，市府乐冈局上午举办记者会，由乐冈局长王新基颁发感谢证给志友志刚。其中今年78岁乐冈志刚方在旺亲自出席，也表示对着志刚服务充满热情。因为我较早参加出工的时阵，我是还搁咧食头路，伫新南富山食头路。迄阵我着参加出工的活动，退伍了我还继续参加。无论啥物活动啦，管咱了赛跑活动啦，还是卖咧酒厂啊，啥物活动吼，阮着拢足热心去参与。因为我年纪济吼，我也无咧甲讲我年纪济啊。较袂叮当三五，我安尼继续，无啥物考虑。乐冈局长王新基特别感谢乐冈志刚协助推动各项乐冈业务，也帮助真侪流失志在乐冈修缮因的厝。事实上，我们现在的为房屋修缮，为这些弱势还有志在的劳工，如果家的环境不好的，又没有能力改善住的环境的部分的房屋修缮的起源，我们志工发掘出来说，这个服务项目不能少。所以我这边也感谢志工开始这样的发挥爱的这样的力量，所以他们展现我们为弱势者来做房屋修缮的部分，也是由他们而来。乐冈局指出，今年总共有20个人得到106年度的台南市志愿服务奖励，并且有15个人是在志乐冈，在工作之外，搁拨出时间投入志工的行列，为乐冈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。记者崔文、葛佳明、市政府采访报道。